大家好，我是 Trisha， 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 我想大家都很好奇 One Piece 海贼王真人版的人看完之后究竟会是给什么评分呢？就在日前 One Piece 真人版已经在 Netflix 正式上架，在未播出之前已经拥有惊人的讨论热度了。当大家看过正式预告之后，大家都觉得会毁了大家的童年。究竟是正式上线之后大家对他的评价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根据影评网站烂番茄新鲜度，他是获得 83% 的好评热度，观众比作品的评分是有 95% 的好评。至于在 IMDB 网站里面，他们的评分是获得 8.6 分。所以说今次 One Piece 海贼王真人版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啊。在众多好评加持之下，相信观众或者是以往的读者应该可以更加之放心了。这部作品是 Netflix 有史以来斥资最高预算的影集，如果大家未看的话，非常推荐大家在周末放假的时间好好在家欣赏一下。而 One Piece 海贼王真人版全剧一共有8集，已经全数在 Netflix 上架了。那我今天的分享时间到这里，下次的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啦，拜拜。